盆由后至前推动，让我们的骨盆压住前脚掌。第二步，胸椎以上，水平面引带，头留住，感觉看到自己的后背的感觉。第三步，胸椎以上，继续引带，让我们的主力脚带动转动四分之一。第四步，利用我们上半身和骨盆扯住的反身力量，使我们的主力腿至主力胯向左快速的拧转包回。